从今往后，好好开始你自己的生活。不是顾德，我还没放弃呢，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啊？哎，小伙子，有人来看你了。表哥。 玉蓉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快回去吧。你还知道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，那你为什么把自己弄到这儿来了？对不起。你别跟我说对不起，我只求你能平平安安的出去。 不哭了啊！我不说对不起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把你救出去。嗯，我没事。你在外面好好的啊，照顾好自己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打听到妈发的消息？ 放心吧，他们没有证据，暂时牵手不到魏王府。他为了避嫌，今天不能来见你。他托我跟你说，伏笔得势，他中了吴大帅的圈套，让你务必在庭审之时把所有的罪都推到吴大帅的头上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减轻你的罪行。 玉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再来见我。走了之后就不要再来见我，我也不会见你。表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是个废人。 你就全都没有认识过我。从今往后，好好开始你自己的生活。不是顾德，我还没放弃呢，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啊？表哥，你说话呀！姑娘，时间到了，赶紧走吧。 表哥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。走吧，走吧。我奉吴大帅之命来告诉你，韦王府上下几十条人命已经命送火海。 吴大帅让你认清谁是真正的仇人，不要做了赵家的帮凶。给我！给我！几十条人命。